林志玲祕遁医院打抗生素，肿到人生最高点。林志玲手臂和身形真的圆润了许多。图翻摄林志玲微博，20万01803.10。林志玲最近肿到人生最高点，吓坏许多粉丝，还传出她是在怀孕养胎的消息，但她本人日前出面解释，是因为新年过后容易发福，现在开始要让自己多运动，但她的助理金十天又增加了另一种解释。林志玲上个月因为感冒严重无法下床，因此医生建议她暂时不要工作，要好好休养，甚至没能跟《西游记》女儿国剧组一起跑宣传行程。结果根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，林志玲的助理透露，当时她因为生病休养，还进医院打抗生素，那时候医生就有特别提醒，打抗生素会肿，但林志玲不以为意。后来就因为新年发福、打抗生素的关系，等到大家在看到林志玲的时候，就是整个身材都圆润了许多，也引发诸多联想。但林志玲已经正面否认怀孕传闻。